我们今天要去超市买菜，然后反正就是因为每天都要自己煮菜，所以都要去超市买，然后就是买菜日。到超市了。炸的冰仔好喝，这边都偏酸。但他刚刚说现炸的很甜，所以我有点想要尝试，就买一罐现炸的。但是这边现炸的一罐要差不多165块台币，这边东西都超贵的。此人推荐，他说是很甜。如果不甜的话，我会询问他为什么不甜。哎，不甜的话你要负责吗？好喝的啦。你放久它就变酸了。我会尽快喝完。有没有柠檬？这是一颗番茄，要60块台币。然后这个小颗的45块。还有其他更贵的。然后蔬菜区，就是红萝卜，它这边有卖切好的，我就不用再自己切丝了。然后1.99。但是你没有买切丝的也是差不多这个价钱。想问一下，现在跟我约时间是不是要自动往后延10分钟？我会延30分钟。可以吧？我今天迟到了10分钟，但是15分钟。但是我原本就跟他延后了10分钟，然后我又再迟到了10分钟，30分钟。所以以后你是要自动，不要那么准时。我会先跟我身边的人不要那么准时。我就跟你约11点半，然后跟其他人约12点。可是我应该会发现吧？啊，不会。找到超市最划算的东西，这一串应该一磅是0.69，然后这边是 cheese 跟乳酪区，海鲜。我要买的肉在这里，就是它会有现切的牛肉，然后跟它已经切好的肉，我们去看看。超级爱 Mariano 的，他的鸡腿、鸡翅，然后他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他的肉反而是我觉得在这里的超市买到最新鲜的。他们就有卖生日蛋糕那些的，还有点熟食，大家回来直接买。超市其实都会卖很多，就是微波食品，你可以直接吃的。然后其实也会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东西，就是 taco 啊，酱料。然后上面就是会有写，就是像我们这是 Asian food， 然后 Indian food。但是其实我们平常如果要特地买华人的东西，会去亚洲超市买，因为这边东西就会比较少，而且也不是我们特别常在吃的东西。然后我最喜欢的是超市，就是只要有节日，它就会特地会有节日限定的东西，像这样子。然后像这里有复活节兔子的巧克力，然后这里也都是。你看，就有很多种，然后它都会还会给你一个季节限定，就这样。但是我其实这个要去 Target 比较好逛，花的地方。其实很爽，因为它里面就有很多包，然后它的价格就比较划算，因为他们那边都一包就要3块4块，所以就挑自己喜欢的，然后自己选择，然后里面就不会那么大包。是饮料区，可乐区，可是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香草可乐，真的超推，我觉得最好喝就是那个小时候喝的那一个冰淇淋。香草冰淇淋口味的汽水味，然后这里全部都是汽水，然后这是保健食品区。
推荐这里的。这里的 Ritz 跟台湾不太一样，它是这样分小包装。然后我最近爱上狂客它，然后我还特地去其他超市找一大盒，我就发现这边就有了。这是跟 NBA 联名的巧克力豆豆饼吧，然后跟 Turkey 联名的这种。这个彩色豆豆，感觉很好吃。这个限定的口味 ，Birthday Cake， 巧克力花生，薄荷，台湾这种。眼睛在发亮。看这个，可是我觉得我不能吃那么多，那么多饼干，不能，因为我每次都吃不完。你不能吃那么多。而且，哎，看这里，限定红，限定的那个什么。薄荷吗？那个图案哦，还有这个摩卡咖啡。冷冻食品区就是很多薯条，你可以自己炸的、啊，然后 pasta 意大利面啊，然后面包，然后青菜区。反正其实他们很多都是冷冻好，然后你也可以自己再重新炒或用。它的冰淇淋超夸张，看 MM 联名的，然后 sneaker， 基本上就是从这里一直到另外一头，然后是从这边结账，然后就自己逼好，然后自己结完账，然后就看你要不要带走，就可以走了。我前面这一位的收获真的很多，另外一边采购完的人。马上试喝，天啊，这味道真的跟台湾的柳橙汁一模一样，超赞！这是日式烧鸡腿，然后这是青江菜。这是烤鸡腿，然后今天朋友家吃饭，所以就煮这些。接下来是 Costco， 然后现在在芝加哥地铁上，但是这里的地铁治安真的太好，不敢乱开。然后现在是转搭红线，然后这边有芝加哥的剧院。它是季节限定，然后这边竟然都有，然后还有很多口味，所以它可能会跟那个 Siri 很有名。最近出的新款，然后都很推，不知道回购多少次，超级推这牌子的乳霜。然后它这次有出75ml的，结果因为我都用紫色，结果都卖光了，空。上面竟然摆着芝加哥地标。
很多吊饰，然后还有跟迪士尼联名，然后这边可以自己 DIY 三个吊饰，然后9.99。那你可以买现成，但现成会比较贵，真好可爱的。你们自己组装，头啊，身体。小鬼当家，买好了，哦，买了。还有这两只，莎莎跟狗狗。礼拜天，然后有跟朋友约中午要吃饭，然后其实我们的中午是约下午一点，所以我们现在要过去。然后这条路这么大条，但是完全没有。嗨，我们到 Time Out Market， 朋友在那边。爆红。
看，我现在要关窗户。今天不停来我们家，然后我要煮饭给他吃，因为上次他有一次给我一块牛肉之后，他就问他不算我，然后他就煮了 一桌很丰盛的菜，所以今天换我，然后今天要换我煮那个鸡腿给他吃。我没生气，他生气好不好？嗨，我们现在在芝加哥的天文馆。大家好。然后就今天是芝加哥免费开放的日子，所以我们就可以省了门票的钱。不然，人家都是送本名牌的，不然一次一张票要19块，所以我们一人就省了19块。博主，这边就有他们期待我拍。博主，希望他超漂亮的。这边有3层楼，我们在这里的商店。我又做了一件事，就是我每次来一个地方，我一定先去他的商店逛逛，观光客会做的事。I need more space。就这边竟然有 NASA 的衣服跟东西耶。朋友一直想要买这个太空衣，他一直说他想买大人版的太空衣，因为 NASA 最有名的太空衣。那你买回来大于台湾？男生小时候一定有一个梦想是上太空的，好不好？太空的。那你看这样一套多少钱？60块。哎，这样算很划算，因为这边东西都很贵。小朋友的一套1800台币。那还有安全帽可以？还有帽子、安全帽。还有这里太空帽。大家猜这是什么？竟然是太空人的 Snoopy， 超可爱。这个呢，这是美国的拍贴机，然后现在有一个人在里面。然后他们的人就在这里，噔噔。来，我帮你拉地。他们直接出现。这边有很多一个一个展间，然后这是超级长的望远镜，从这一头到那边，然后会看到一个图案。我看不到。这边有学院旁要给大家试穿，然后这边有镜子让你看。这里，这边可以拍照。这边，等一下我们这边会在这里。站好，你可以站到这边来。所以我们大家要开始。我们的照片在这里，超好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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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他们 busy。啊，录到。